my god！ 我刚想说他可能会提高警惕，但是欢迎来到龙凤德州，来看这手牌，翻牌六七十两张黑桃。大飞鱼这是拿到了 Nuts、哦、但是 Big John 这牌有点吓人呢、啊、双头同花顺的挺牌100-300 Big John 只是跟住，可是拿到顶对也跟下来转牌，turn上一张黑桃掉出来了， Big John 拿到同花啊， Big Fat Fish 大飞鱼被发死了。Kurt 这边显示过牌了，实际好像还没有，现在是过牌了。大飞鱼迫不及待的开一枪，真就无视这第三张黑桃和两个对手是吧？反加 ，Big John 反手推出了差不多一个 double， 多一点。哦，什么？秒复？我靠，这哥们儿开透了吧？继续来看这手牌，三十米七次草花，开到位加注到了300。Baby 五七红桃反手跟住，还有 Big 将的一手 K 六黑桃。今天晚上三十米还可以，好像一直在赢啊。翻牌二三四黑桃有两张，这牌面三十米打了700。三十米目前是顶对。一个小小的对四 ，Baby 双头顺听牌，跟住，这后手只剩1500了，这还不如推了呢。好无聊哦。Big John 这牌有点强，花顺双抽，转牌一张二，牌面出工对，买花买顺的都得消停一下了。过过过，三十米这一对四也翻不出什么多大的浪花来。草花九，三十米现在一对四还是领先的，但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认为吧。Baby 推出来3000的 pull， Baby 推了1500，他只有1500啊。翻牌面有 check raise 吗？没有啊，翻牌面只是个跟注吧。翻牌跟注转牌过。有二吗？没错，只需要搞清楚对手有没有二就可以了。到底有没有二？三十米决定用筹码去验证一下。It'd be more likely that Sasabi would have like 3x of spades. Yeah. 继续来看这手牌 ，Adam 入池了，但是怎么用一手三七做了1300的三败啊？二七倒是还能理解。翻牌268，底池现在4000，有两个人后手只有4000左右。Not the worst flop in the world, but 5-4. Kurt， 双头听顺。先手过牌 ，Adam 跟这牌面是真没啥关系啊，直接过。Big John 打了2000，这枪一开，这不直接套池了吗？考虑到对手套池 ，Kurt 竟然还选择了跟注啊！这跟注还不如直接推出来啊！这底池有点大了，有点失控了啊！一手五嗨对上一手 A 嗨，谁能打掉谁？谁感觉都打不掉谁啊？看谁先中牌吧！转牌红桃勾，完全帮不到任何人。Check check 都不打，来个奇迹，合牌一张二，啥也没有。Kurt 这个时候推出来，考虑到对手已经套池了 ，Kurt 还是没死心啊，想做着最后的努力。但是 Big John 也确实是没牌，真尴尬呀 ，Big John。我是真的啥也没有啊，但是不就2000块吗？给你了。哎呦，置之死地而后生了。确实啊，筹码都太短了。这牌要是放到周五啊，完全不是这个结果。
继续来看这手牌，萨西米拿到一手 A 圈做了三败，结果被推回来了。敢推萨西米那是需要胆量的，不过大飞鱼这回能坚持到最后吗？这手 A 十有位置，看番后有没有 Ace 吧。翻牌 AK8 还真有 Ace 啊，现在萨西米凭借着踢脚领先了。萨西米先手过牌，这是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而拿到顶对的大飞鱼肯定是要进攻的。底池已经四千多了，这番后最好是慢一点，打太快分分钟就干光了。打出八百，萨西米秒扣，打得很轻很轻。圈的踢脚目前还是大的，顶对应该过牌控制了。毕竟对手翻钱能跟得动自己，是很有可能啊会领先于自己的。当然，他也可能想去从一张 K 身上拿价值。大飞鱼继续下注 ，turn 上打了，这一枪大概是个两千左右，也不算太重吧。想让萨西米盖掉顶对是没可能的。萨西米继续跟住。这两枪一跟下来 ，Big Fat Fish， Oh my God！ 我刚想说他可能会提高警惕，但是谁能想象到另外一张 Ace 在对手手里，然后自己还落后呢？这手牌应该是要干光了。阴险的萨西米先手没有打，他希望对手有 Ace， 那么对手一定会下注的。大飞鱼，哦，他选择了过牌，哎呦，躲过一劫呀！不能吧？萨西米觉得对手一对 K， 我不信，我不信。即便觉得对手一对 K 啊，萨西米我觉得也会扣的。来看这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萨西米圈十方片，卡到位加注到了三百 ，baby 圈八杂色跟注 ，Allen 拿到一对四 ，Kurt 一对圈后手怎么不加注呢？想慢打，慢打出事了。这翻前但凡加个注啊 ，baby 这圈八应该是入不了池的。艾伦口袋四直接盖牌，萨西米翻后的下注，萨西米有一个卡顺停牌 ，baby 看到一败子一扣，直接反加到了一千。萨西米有后门的花面还可以追啊，继续跟下来。这超对圈很尴尬，被推回来还有人跟住啊，这牌面有张八都无敌了。这是不相信美女有牌吗 ？Kurt 直接反推出来 ，Baby 也是很费解，怎么有人能跟住啊？还有人能加住？怎么都有八是吗？五张八呗。考虑到身后还有个萨西米 ，Baby 直接跟住，萨西米也跟下来。底池已经大起来了，转牌。一张红桃六，不是方片儿，萨西米不能再跟住了吧？河牌 baby 打了三千，这手牌 Kurt 已经听死牌了呀，因为最后的那张圈在萨西米手里。好，那恭喜 baby 再次把 Kurt 给杀了个片甲不留。那随着这手牌结束呢，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见。It's like the ga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ght has very little resemblance to what we see by the end of it. Adam was our most active player when it was all said and done. Unfortunately, it didn't work out for him. But you're hungry yet, right? Big Fat Fish, our most aggressive player. Coco, you want to play 10 more minutes of the stream? Okay. And our biggest winner was Coco. Sasa Baby up five figures as well. King Kurt down 19, Adam down 16, Sashimi down 7,300. Ouch. That's going to do it for us,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We are back at it tomorrow night. It is the Anti Game.
starting at 5 p.m. For everybody here at Hustler Casino Live, I am David Tuckman, and I am out.